9.4万人，9.5万人了，9.5万人来冲10万人，冲呀！好厉害、啊！9.8万人了！哇！谢谢！达成我们的心愿，但是如果还有的画面，咱们再送一送好不好？10万人达成我的心愿啦！还有时间，我们继续往上冲一冲！还有时间啊，好不好？我们继续往上冲，继续往上冲，看我们今天能突破多少人数量？10.3万人！冲11万！哎，咱们准备到咱们的免费人票一起往外冲一冲！好冷啊！这样子吧，要不然阿勇大哥，你先休息一下，你在旁边休息一下啊，太冷了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嗨一点的歌。好不好？来，一起来唱首嗨一点的歌。等一下，我们唱一首嗨歌，我们把人气票送完。9点钟，我们下面再选一轮，好不好？现在太冷了，真的。直播间43万人了，43万人，看看能不能冲11万人出来。马上11万，来冲11万人出来。10.7万人注定了，我们继续把我们免费人票一起往外丢一丢。免费人气票还有没送的吗？我的身体爆发出能量，给身边的队友带来了希望。我们接受失败。直播间现在42万人，我们直播间每一位家人们没有送人气票的，来，我们先丢一丢下方的礼物来点，还有个粉丝团礼物能助力一场的，来，我们继续助力人数在网上冲一冲了吗？10.8万人，马上11万人，10.8万人，所有的家人们，马上到11万人，马上11万人助力了，10.9万，最后6分钟时间来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现场有没有没点我关注的？有没有？11万人助力了，冲12万人！来，今天最后5分钟，看看我们能冲到多少人。最后5分钟，今天新年的第一场户外，来，打破我们的极限就可以了。好冷啊，我的天啊，11.1万人，马上12万人。还有最后5分钟，不好意思啊，现场的朋友们，我们来唱首歌，你们想听什么？我来给你们唱一首好不好？没事啊，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干嘛。来看一下，现在已经有11.3万人，一起冲12万人。头顶上黄色爱心，头顶上黄色爱心打开，助力打榜，免费人气票，最后4分钟时间，突破自己的极限，好不好？来，突破我们自己的极限，一起送出来。11.4万，祝你了，我们小时榜大哥也帮我们，大家人们帮我守住了小时榜第一名啊，人气票，最后4分钟，加油2023，今天开门开年，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，现在我们的直播间是40万人，所有家人没有送礼，你们到下方礼物的点开，有一个粉丝团礼物，所有家人们能中出一张礼票的，我们一起中出一张礼票，一起冲刺一下，助力人数12万人，没有丢免费的朋友，12万了，已经12万了，来，我们突破极限，4分钟能不能再冲10万人助力？12万，12万1000人。来，最后再教一下，音乐小声一点，音乐小声一点，我来倒数3个数，现在还没有送的啊，我们付费免费的，付费的不要送，就送免费的，来，头顶上黄色爱心，感谢神秘人，谢谢神秘人大哥，助力打榜，来，免费人气票，我数3、2、1，咱们一起再次丢出人气票，3、2、1、所有家人们来，把免费的人气票都丢一丢，能助力600的我们一起助力一下，能补票的朋友一起补票，12.5万人助力了，谢谢神秘人大哥，感谢神秘人大哥送来的飘萍华子鱼，最后3分钟，
最后三分钟，我们签署一下。来，家人，因为现场朋友们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在打人气票。九点钟还差三分钟，我们现场没有关注我的关注我，走一波，一起送一波人气票。感谢许光瑞大哥，感谢许光瑞大哥，来再次，我们再来送一次，看看能不能冲破十三万人，好不好？九万人了，来冲破十三万人，头顶上黄色爱心打开。助力打榜，免费人气票，最后两分钟，冲十三万人，最后一分钟来，送出免费人气票，谢谢大家，最后两分钟，十三万人，十三万人助力。来，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，人气票不要停，把下方礼物的点开，有一个粉丝团礼物，能送一张的人气票来，我们一起打一张好不好？看看能不能冲刺一下135000或者14万人，一起加油！最后一分钟，最后一分钟，家人们加油加油加油！公屏一起票们加油，一起票们，人气票走一走的来，13.3万人助力了，13.3万人，冲14万，冲14万，最后。多少秒？看看，最后多少秒？感谢神秘人大哥，30秒，30秒。头顶上的黄色爱心来，打开黄色爱心啊！助力打榜，最后30秒钟来，3、2、1，冲14万人，13.5万，助力了。13.5万人，感谢神秘人大哥，感谢神秘人大哥，谢谢神秘人大哥，来，我们拿下双榜第一，好不好？冲呀，13.6万，加油，14万，哇！一起上，一起上，家人们，最后几秒钟了吧，加油，13.7万，助力了，3、2、1。恭喜2113拿下2023年1月1号双榜第一，恭喜，谢谢我直播间的每位家人们，谢谢你们，我都幸运，家人们，我真的太幸福了，我都幸运，家人们，我真的太幸福了。然后首先感谢我们所神秘人大神秘人大哥，哎呀，还有所有帮我守住小时榜第一的，还有人气票第一的所有家人们，13.5万人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是13.7万人，13.7万人，彩虹团牛不牛？牛，谢谢，好激动哦，家人们，来，我先唱一首歌。这首歌是我有发行过这首歌啊，想起来还是前年的7月份，咱们来到了大唐不夜城啊，然后现在再来其实已经不是以前的自己了，我不知道我在你们心目中变化有多少，我变老了吗？老了没有？来，我们唱一首我们不再是从前，送给大家，来，一起来把这首我们不再是从前男神版的伴奏来 come on， 谢谢大家。Let's go。轻狂的时候遇见了你，哇，我闭上眼睛仿佛你在眼前，我屏住呼吸走在你的跟前，最难忘的回忆保留在那个夏天，最热闹的季节也灰飞烟灭。 1, 2, 3, go， 我疯狂的闯进你的世界，你慌张的逃走
出爱的边界，有流浪到我的身边，问你自己要不要脸。 oh, oh, Come on! 我疯狂的闯进你的世界，你慌张的逃出爱的边界，把你的爱放去天边，我们都不再是从前。 Three, two, one。直播间40万人进行分享，直播间感谢神秘人大哥，谢谢大家。那是谢谢神秘人大哥，感谢神秘人大哥。我们不再是从前，送给你们。虽然我们回不到从前，但是我们收获了很多经历，是不是？啊，虽然我也回不到从前的面容身材，但是我们内心非常的丰富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一直保持着那颗初心。但是一直保持那颗初心，是的。来，我们现在这样子吧。再点点四位的关注好不好，点点我们四位主播的关注，右上角十万加人气打。Hello, 大家好，我叫屯屯小公主，我在榜八，点点关注，谢谢。榜九的小爱。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小爱，喜欢小爱的给榜九点点关注，谢谢。榜十的杨浩。大家好，我在直播间的榜十位置，我叫杨浩，喜欢杨浩的榜十点点关注，给老板点点关注，谢谢。感谢神秘人大哥的送来的马车队，马车队，谢谢大哥。哎呀好冷啊。来，接下来我看看还有多少人想上来唱歌的，有没有话筒？你在话筒来消一下毒，消消。他们都擦一擦了的是吧？每个人都擦了啊，帮你们擦了酒精啊，消毒的啊。来，看看还有谁想唱歌？啊，这里有个小姐姐，来，你好，你好，来自哪里？爬浪吧。你来自哪里？哎，我就是本地的。本地的啊。你是主播吗？我不是主播。啊，你看我多久了？我前年都看你了，前年都看你了，就是在周至水间。我你的手好暖啊，给我暖一下。好，狂浪来 ，Come on！ 狂浪是给中抬头一杯去，一波一波接踵而来，大风带着我摇摆，梦在燃烧，心在澎湃，不用徘徊。大摇大摆飘在人海，随着心情放四海，别服输，跟着脚步，要为你就来。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在起起伏伏，狂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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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是不被约束，狂浪狂浪一路疯狂，一路流浪，一路向远方。我都不忍心打扰你，我们从来唱歌没有唱一整首的啊，唱完一整首了，家人们。来，这位小姐姐能不能上？觉得可以上的扣一波上，觉得还要加油的扣一波加油，好不好？我看看有多少人。哎呀，加油啊！谁在说加油？等一下有人扔西瓜皮给你。加油，来，加油是什么？哎，看不到，看一下都是什么？加油多一点点啊！好的，我们再看一下好不好？加油多一点，希望你好好加油啊，好不好？来，你往前来。想唱歌的往前来啊！那后面那个帅哥怎么不来唱呢？后面那个帅哥啊，你好，来。东边有山，西边有河，前面有车，后面有车，究竟是先有山还是先有河？究竟你这款老车走的是哪道辙？哟呵，春夏秋冬。好了好了，我以为你还要唱完一整首也是。来，一看你应该是陕西人吧？我是陕北人。
陕北陕西、哎、其实啊近很近的啊，就是非常的豪迈啊，这位小哥哥非常豪迈，来他唱的是什么歌啊？啊，唱什么歌的名字叫什么？我抖音名字还是？哎，不是啊，我说这首歌的名字啊。这首歌叫《再也不能这样活》。再也不能这样活，哎，我好熟啊，好像我爸妈很喜欢啊，是不是啊？好像这个有点点年代了啊，来，来，这位小哥哥，加油还是上？加油还是上？看一下。哇，一点二，一点三啦！加油朵，加油朵，加油！你们要求也太高了。还有谁呀、啊？加油！你要唱吗？你往前来，来，来，快一点！好，马上啊，马上他唱完来。你好，你是哪里人？哈尔滨人。哎呀，你是在这里玩了吗？啊？你是在这边旅游的吗？对。然后顺便看到我了是吧？我今天来我就知道你在，我昨天看你那个湖南的那个演出啊，然后你说你今天来西安，我就来西安玩了。哎呀，你是专门从哈尔滨来西安看我？没有，我从青岛过来。从青岛过来专门来看我啊？本来 我才不信呢、啊、这一定是托。对，本来打算去这个成都，明天应该明天后天去吧。不行、啊、你必须我在这里不能走。好。来吧，唱什么歌？想唱歌不太好听。他不说上啊，还没唱歌，公屏已经打起来上了。完了，你要唱还是不唱？你可以选择，你可以不唱。不问不痛不痒，多少的时光，不确定的某个夜晚，小巷泪悄悄流淌。街边天气微凉，淡淡月光，我沿路哼唱。找寻我们一直找不到的缘分被捆绑。哇哦，完了，真的，你们真的，我发现你们都是什么意思啊？人家还没唱呢就上上上，你这首歌没选好，我就说了帅哥，你这歌什么歌？这是听过吗？听过。你我平时我在直播间唱的歌你会唱哪一首？完了，他不唱。夜呀夜太孤单。哎喂，大风吹他会唱，刚刚怎么不唱大风吹了？完了，你们真的，我发现扣上的人肯定都是小姐姐，我跟你说，扣上的人都是，嗯，你们拍我这么近，给人家拍的我满脸的皱纹啊，拍的我满脸的皱纹，嗯，来，刚刚有人说唐毅是卖货的，是的，1月3号中午12点，我的年货节等你们哟。来上吧上吧上吧。哎呀，这满公屏都是上，我只能听他们的呀，怎么办呢？那我做不了主的，我的直播间不是我做主的。来，再来再来。谁？你好。哎哎，这个啊，杨浩。哎呀，杨浩，快点，你的粉丝来了，打个招呼快点。你好。哪、啊、你好，你是哪里人？我是陕西的。陕西的啊、哦、对。嗯，你也太近了，拍的我真的贴到我脸上拍了。我不怕你们，我怕他们拍我，他们拍我就把我拍的超丑，然后在上面说啊，这啊，唐毅，然后你们就要开始说了，唐毅世界巨星，又是你们说出来的，真的是，我想揍你们，真的。抓到了一个啊，是他说的，我把你手机砸了，你信不信？是因为老板刚才在上面开玩笑，然后呢我听到老板开玩笑了，我就尝试写了一下。你写的什么文案？你快点，我跟你说，你在这帮子我的粉丝小姐姐面前，我跟你说你敢写这种文案，把你手机砸了，真的。老板刚刚开玩笑了。我开玩笑你不能小题大做，把我不搞成什么了，真的是。啊，来，你好，你唱什么歌？这那你这怎么唱的？你站在万人，是这首歌吗？对对。哇，你看上去非常的温柔，我在想你唱这首歌是什么感觉？预备，起。那我换一首。你要不要换一首？我以为你是唱出来会让人有反差感的，那你还唱什么歌？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吧。来，预备，起。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，预备，起。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，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洗。狂乱心碎，
我歌词我有点忘，太紧张了。完了完了，完了完了完了。你们要唱啊？要不换一首，唱一下。要不然，小姐姐你再准备一下，好不好？下次你拿话筒的时候，一定要想好自己唱什么歌，然后把歌词背一背啊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加油！你好，老板。老板，叫我老板。你看我直播多久了？三年。看了三年了。来，你想唱什么歌？唱个舞女泪。舞女泪。嗯。那你现在穿的衣服是什么？哇，好有颜色，他的衣服好好看呢、哦。来，舞女泪，预备起。一步踏错，终身错，下海半无为了生活。舞女也是人，心中痛苦向谁说？为了生活的逼迫，颗颗泪水往肚吞落。难道这是命，一生注定在那风尘过？好，哎呀，谢谢。我发现他们真的是上的比较多，上的比较多。上啊！他三点多就来了，你几点钟来的？三点。你听不到你的声音。三点。你们第一排的是不是都是中午就到了？是的。一点还有一点的。哇，你们不冷吗？在这里啊，一点钟到了，你们冷不冷啊？你们站在这里啊？不冷不冷。十三级粉丝了啊？你怎么知道？跟你同台过，跟我同台过吗你？啊，我不记得了。21年的这个舞台，21年这个舞台，来吧，来，21年就上过我这个糖衣大舞台，上来来上来，话筒，再来一个，来这边还有谁？你好，唐毅，你好，真的我都看了你好几年了，话筒来，看了我好几年了，看到你好几年，加油，看这个，他的屏幕手机屏幕都是我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呢，彩铃也是你的，彩铃也是我的。听闻远方有你，你就要打我的手机号，马上就是你的歌。然后你想让我打你的手机号？你可以拨一下我的手机号。我相信你，我绝对相信你。来，你今天来到这里是想来跟我聊天呢，还是想来唱歌？本来呢，我今天真的是无意中碰到你。我给我们家老公就说了，我说哎呀。我特别特别喜欢唐毅，我家老公就说：“哦呦，你怎么会这么喜欢一个女人？只要吃她的直播间，你就看，哎，就一直不停的看。”我说：“我真的很爱她，因为我是觉得从你三年前刚开始直播的时候，然后我说：哎呀，这个女人性格真好，然后不但人长得漂亮，身材又好，歌唱的也好，性格也好，真的太让人喜欢了。”谢谢。我说只要唐毅能到西安来，我一定到他的直播间来看。真的，我都没想到今天是无意中逛到这里啊。哎，发现了你就看到了你。你是好远我就看到了，我就听到了你的声音。你就听我的声音你就知道是唐毅。哎，我一听这是唐毅的歌。我还以为是那个别人放的那个音乐。然后怎么围了这么多人？来，你看他们说，没想到真的他们在说，有人说还要不要演员？说你是演员，说你演得很好啊！谢谢，我跟你说，谢谢，我跟你们说，就是非常多的，就是老婆。我说的是实话，真的是这样的。轻一点点，我说的实话，真的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今天我虽然唱的不太好，但是我觉得重在参与。我希望能够。我跟你说，你刚刚说的，你说你老公有点吃醋，其实我们家好多的彩虹团的女宝宝，老公都是在吃我的醋，真的是，就说你比唐毅，你爱唐毅比爱我还多啊！你天天陪着唐毅啊，是不是？一翻到唐毅的直播间，哦哟，就开始不停了，然后声音放的好大。好，来，我们看看这位姐姐给我们唱一首什么歌呢？我能不能唱一首张雨生的《大海》？哇！很好听，来，我就只唱，先唱一个，那个高音的部分吧。哎，对，预备起。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，就像带走
每条河流，所有受过的伤，所有流过的泪，我的爱，请全部带走。啊，好听，谢谢，好听，好听。谢谢。我有个小小的要求。什么？我能跟你合张影吗？虽然我今天没有收拾，没有化妆，但是我感觉是不是合影和上台，你愿意选哪个？我当然愿意上台了。因为上台不管可以上台还能跟我合影，是不是？当然了。上他们都因为什么？真的，这是我的愿望。我呢就是是，其实我不是西安人，我是新疆人。我在新疆，然后就今年在西安待了一年，就刚好碰到了你。哇，真的，这就是缘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加油都比较多啊，因为这边怎么说呢，他们会有情感的部分，但是他们就是还是比较，我们合个影吧，好，我们合个影，来，手机合个影，来。音乐能不能整一点？这么尬吗？这么尴尬吗？来，好了，来，我们跟他合个照，好不好？来，宝宝，我们自己合拍，自己拍吧。来，自己拍，三、二，好，笑得很甜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能来到这里看我，谢谢你的陪伴啊。祝你新年快乐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真的，唐毅，我觉得你看到你真人哦，比视频的好太多，真的特别漂亮。本来视频里已经很好看了，哇，这真的是现在是更好看了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拥抱一个来，加油啊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下次再上哦，好不好？下次来，我们看看还有谁，这边还有要上台吗？你往前来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一点啊，来。还有一位小哥哥要上台的，来，没事，让他进来。我是那。哎呦妈呀！你好。去年夏天是穿的短裤和短袖，跟您唱过歌啊，唱过吗？然后今天来的特别早，本来是在前边，结果去所里办了个事儿，在侧边都进不来。不过还好，还好，谢谢。你去年都上过台了，去年唱了什么歌？水街跟你唱的那个吃烧烤喝啤酒，逆魔咒，我不走啊！逆魔咒，来，今天唱什么？今天好紧张，好紧张。今天唱。我内恨你满关之火，是大江一发罢手，转千万转千趟，以麦片火之中争斗。哇哦，你是哪里人？我就是北郊的。哦，他们说去年、哦、西安，对对对，去年就见过你，他们说去年看过这个帅哥。哎，对对对，你们比我当时记性好啊，可以上吗？这一位上还是加油？来告诉我 ，music 去哪里了 ？music 上海啊，上上上来吧啊，谢谢，来来来上 ，come on， 来吧，家人们，选了三位了 ，Yeah， it's fucking rage， I'm a freak。来，好冷的呢。我今天你知道吗？我里面穿了保暖内衣，我里面穿了保暖裤，真的还是很冷的。但是我真的好佩服、啊、他们这么冷，我还唱跳啊，真的跳。他们一直站在这里都，哎呀，特别特别感动啊！来，接下来这样子，我们刚刚第一位是那位帅哥，是不是？帅哥来。这帅哥是还没唱，大家就要他上的嘞。你好，来跟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，好不好？你要拿话筒，不然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抖音名叫木商木。